准备吸毒啦！准备，准备吸毒啦！美丽小可爱，别担心，救星来了！不要吸毒啊！永远欢迎新的英雄，回不去了。永远欢迎新的英雄，新的英雄。小雨怎么跑超远的，根本懒得过去找你了啦！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太夸张，你跑那么远干嘛啊？很可怕、啊。欸很可怕，可以，大家是已经进去 Minecraft 了吗？嗯，对啊，欸，可以给我一下 ID 吗？再贴一次给刚刚。好啊好啊。我看到闪光，小可爱别担心，嘿，闪光来喽！哎、欸，1.9.4，我想说里面只能。小雨你太远了吧？你这样怎么打到你啊？他死掉了。没有了，我死掉了。8.6，开台喽！杀人喽！又死了！感谢这水，开喽！真开箱！开喽！开喽！开都可以开，又死了！我的 RC 有点问题，还有点宕机，卡掉，卡卡的。E O O R R V， 最近 RC 是不是出问题啊？是吗？我是不清楚。静静看呢、啊，他有没有少用 RC？ 耶，好哦，应该是没少用 RC。哦，刚刚感觉顺顺的哦，顺顺的，顺顺的吗？有顺吗？测一下，有顺，真的有顺吗？有顺，你没有在骗人吧？有顺，感受到你的顺，顺了，非常顺，非常顺，大家都顺，顺，我觉得好像一群乌鸦哦，乌鸦一直讲顺，好顺好顺。我今天想到一个很靠北的捣乱的方法，等一下来用用看。好想要你捣乱，哟，刚刚感觉今天就是。很险恶。今天是扰乱工程战吗？对啊，扰乱工程战，扰乱工程战。那我也必须说，我跟汪汪也有一套。所以那我们这一套，现在说，可能你不能现在说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要说，我们这一套是蛮特别的，所以我希望等一下随机分配的时候，如果我跟汪汪敌对的话，可以再随到我们一队。因为这个可以让哈基去思考一下，这个真的很好玩。我们不一定会赢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不一定会赢，但是一定很好玩。我也觉得有点恐怖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我不一定用得出来，被你这样讲之后，他们应该都来闹我。不，就正常玩就好了。但我们真的不一定会赢，我们只是要玩个战术而已。啊，哈基，你这张地图是有更新的吗？没有。虽然是跟上礼拜一样的版本，不是上礼拜，上礼拜。我还以为米菲不会来，米菲大牌。没关系啊，就随机分啊，看哪一队六个人没差。会不会三个？等一下三个有企图的都分在一起啊？跟姚那一队可以六个人，好不好？可怕，屁耶！不是姚，你听我说，我怕大家会嫌弃你。这样子大家就不会嫌弃你了，对不对？更差，你讲啥？我没有听清楚。哦，我是说那个五月份雷神，五月份没人。这个下礼拜还没到，所以你都还是五月份的雷神啊。好开心哦，超级可怜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啦，可以啊。我被敲了，我被敲了。对啊，就反正玩开心，玩开心，来啊，分一下喽。来，你看有没有到？哇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没有，没有在同一队，没有在同一队。好像都分开了。你这么排斥我吗？我跟汪敌对了，哎，要跟汪一队也很难呢。你就平常没有跟汪一队。哎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。有了。那个没有，摇去对面，摇去对面。我要怎么去对面？我要怎么去对面？拿书本啊，换红色。拿书点。等一下了，不行了，真的对啊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。这样还好吧？哎，我们才五个人。上厕所。哎，我跟三个女的。好好哦。你是学姐啊？干嘛呢？学姐。跟你们讲，我们真的不会赢的。而且刚刚也想要试战术，我也不知道他的战术是什么。
感觉我们就会因为战术而死，但是没关系，一定会很好玩。哎呦，沒辦法，好，怎么念啊？这样子打不起来吧？我们就分开喽，带开喽。好，我们要去私密讨论。Ding，好难念哦，感谢订阅。哎，团团，你就负责看吧。哇，两个人都说有新战术哎，都在同一队，好期待啊！不知道，等他们来。汪汪，对啊，等他们来。杠杠，嘿嘿，还行。杠杠自己说。杠杠，你的大概是怎样？对啊，怎样？感谢订阅。我想要就是用水，已经拉好了。水？对，我想要就是从高空中就是。倒水，所以是敌方在金矿，敌方阵营塔那里吗？不是，在那个金矿跟那个红石洞那边，然后从高空中就是倒好几桶无限水源在上面，然后他们会没办法采矿，挖会挖很慢。好，我有这样想过。反正你现在一讲，我就很怕别人会一直来揍我。不，我跟汪汪要做的事情是用在我们阵营塔附近的。对，等我们完成会再跟你们说。好，干嘛卖关子？对，好好，没有，我们只是确认彼此的战术不冲突。好想知道哦，你们，所以你们不是捣乱的战术啊？我们玩的是蛮特别的战术啊。好 ，OK。对，但我们还不确定可不可以完成，因为我们还没看过地形适不适合。可以啦，汪汪，我就说那两种，你先试试看，不行我再来帮你。我就先一样过去乱他们就以为，欸，我的战术可能是要乱他们，有没有？好，好好奇哦，好好奇，七敌七友都要七。对啊。你勾起我们的好奇心了。等我们完成好，我们就会喊出这个战术的名称了。我们是有名号的，我们用得出来。不要太好奇。哎，希望是可以做出来啊。嗯，希望。汪汪就靠你了。好啊，就先让他们如果要进攻的话，就先让我们进攻几次，让他们熟悉一下我们的路线。感谢提醒。那我也要，对啊，反正你第一阶段就去弄啊，反正你平常就在阵营塔附近做坏事了，本来他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啊。做坏事？你不是很喜欢盖家吗？做坏事啊，严格说起来的话，我们是要干嘛？问一下你们的战术是在我方阵营塔还是在对方阵营塔？我方阵营塔。战术要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跟你讲，不然的话会害到你。我们那个谁要挖矿啊？这样，我可以。你是团团吗？对，团团，嗯，在吃东西是不是？你要挖什么？我可以挖铁啊。好，那我就红石跟绿宝石跑。嗯，好，那团团，你要不要顺便吸那个经验，可以做装备？好，对啊，反正我就去乱他们。OK，好，我后面可以帮忙弄，我前面先试，啊，一下那个战术。对，因为想说刚刚感觉要做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就是一开始自由活动了，然后你们囤其他物资。刚刚你说你是要去他们那一队，还是到我们这边弄的？在他们那边啊，就是在他们那边。好好好，那一开始我就先去捣乱，让你有时间去弄。OK。哎，欸，那我们绿宝石是我啊，我尽量就跟红石一起挖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我这个我心脏好痛哦，一想到就觉得心脏好痛，一想到就觉得好兴奋啊，好想要做出来，然后成功的东西感觉很恐怖，成功的达成目标。这个因为这算是做坏事吧，所以有一种心虚的感觉。而且你们是要挖地道吗？总觉得好像跟不是，欸，有点不太一样哎，欸。没有，我们是要保护好我们家，对，就只是一种保护家的概念。他们要多久啊？对啊，欸，汪汪没按，汪汪也按一下，巧克力也没按，我等摇低头，啊，好，干嘛就低头？还有摇，好恐怖哦！我现在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先去木头里面挖。为什么繁星在跟？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抢时间，欸。要开始喽！要开始喽！嗯 ，Go Go Go Go！ 要开始喽！好刺激哦！心脏吃了一顿喽！各就各位啊！到底要做什么？哎，欸，那个家的水，对对对对，食物的保护还是靠你们。
这已经完，哎、欸，我就一样过去乱，他们就觉得应该感受不出来。他们有一个人来了，摇过来，摇过来了。对面，哎、欸，对面红萝卜，好，那我也来，我来收。他们稍微多一个人啊，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嗯。走开啦，米菲，谁要跟你玩啊？啊嗯，刚刚怎么了吗？嗯，没有。哦，刚的还有些 YUAN， 准备一下订阅、嗯、米菲在追人哦，没节操。干嘛这样？虽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嗯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！哎，红色的到我们家来了，他在打我们的萝卜田。哦，这个人叫瑶。算了。哎，还蛮聪明的，知道要打萝卜田。中间哦，植物在中间。哎，他们追我追到一半就不追了。你以为我真的那么乖的跳下去吗？但是绕一圈回来再继续闹啊！我有这么多、嗯、拿到他们那么多红萝卜了、okay. 哦，不发、啊。我要来挖铁了。哎呀，战术执行。好好好，你去。你非在发呆、欸，我就越过他，然后去做事。我的战术执行之前需要两组泥土。两组泥土，对，没关系，我来稍微挖一下就好了。自己的战术自己挖，没错没错，我正在挖，正在挖。好好好。嗯，别战术自己来呀、啊！哎呦，小雨不要闹啦！小雨又在偷做什么事？哎、欸，卡住卡住卡住！看着他摔下去。好久没有这样子了，真开心。你愉悦吗？有、哎、哦，你想用 B 战术是吧？没问题。先堆啊，先堆再说。还有 A 跟 B 哦，哇！对，你们两个好神秘哦，好讨厌哦。太神秘了，还好还好，没有、欸。我有防止金矿这边被围的方法、欸。B 战术就是两边只有一边是真的。该不会是偷人家衣服吧？没有，你们哈西在做的。我们没有那么坏心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再打我，只是吸你们的经验而已。还好吧，吸个十二等 AA 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。带着你们的经验离开人世。不要。对好，我也要去吸经验，我都忘了，去吸一下。我送他一把时间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记得我们经验要吸哦。有吸啊！对啊，啊你可以先把那个装备给做出来。好。啊，你铁矿进去，你可以做门啊，木门，这样子进出就有声音。哎，都忘了这一点。哎，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化很多了。阿基不要追我啦！什么歼灭达人？阿基，你是男的，我也是男的，互追有什么好玩？说不定哈基喜欢，嗯，啊是啊，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讲出来，对，太恐怖了，令人畏惧。好，不小心做到九个门了。加一部分汪汪完全没问题哈，没有人来干扰我，还好。没有，因为我一直去乱他们，所以他们应该也没有这个时间跟心力。不对，他们名都多一个人。哎呦，还好、okay. 一个人不常玩。三组泥土计划执行，我决定先不开麦了。这么神秘啊？怎么了？哎、oh, ，他有秘密的木门给你。好哦，谢谢。你有拿到了吗？没有。好，不要哈基，不要哈基，请你吃西瓜没？无限的自杀，捣乱。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米菲来了。欸、不知道想来干嘛？想来做糟糕的事情。然后瑶在那边偷东西。铁针一个，我先拿走、欸，以防万一。嗯，我龙轮没有放，不用怕。哈哈，专业的。瑶硬在我们家乱跑，你们可能要小心被弄到。好。嗯，我他现在去黄金那里哦，黄金那里。哎、欸，他又走回去了，我不知道他干嘛、欸。啊，他来逛街。哎、欸，
团团回来一下，好了，团团，哎呦，他们把黄金给盖起来了，那很好啊，这样做无限水源更快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偏不打你，让你残血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啊！空中无限水源、欸，我给你吃红萝卜，你不要。我请瑶吃红萝卜，他不要。我发现我没办法挖红石、啊。我走不开。那个一直升，对不对？对。